我伫警察局中工作哈，即满退休啊啦，啊做二十六年，啊我一个月赚两万几块啦哈。迄阵才四十几岁呢，啊，身体该用，为着讲啊，上人吼，身体也无好啊，要去病院，啊，心脏病啊，搁吊电梯啊，患病安尼，你甲感恩父讲话。哦，想着安尼，咱身体勇勇，咱无紧来病吼，甲师傅斗三工吼。啊，关的时阵啊吼，无够钱好拿吧吼。我就想办法啦，花莲遐厝俗俗啊，毛透天的，我就甲改做七间，啊改嫁吼，做予大汉技术学院的学生吼，啊这间厝都家己的房间吼，一个月租人8000，补贴生活费，然后我们再去住地下室这样子。有时啊，当困难的时阵，我家己拢会想办法。暗时啊，去挂衫，透早就摕去国父纪念馆买遐运动的，啊，佫摕去燕山饭店用乌托邦徛。啊，买好差不多七八点嘛，再去收收的摕去松山分局买同事。啊，安尼生意嘛真好呢。我相信上人说，哦，布施就像井底起水，你给它起起来。水还是会再出来，一样的意思。啊，有人甲我讲，啊，你一个月赚两万外块，哪有法度付出3万？啊，但是上人有讲讲，入我们不贫，出我们不富吼。你每报施出去，你都遐钱一个几百，囥囥啊出去，啊妈妈几百。我唔知讲啊，我会晓做龟苓膏，我来做龟苓膏义卖，我来吼，过来管农农，所以。啊，我安尼发心了后，讲迄龟苓膏生理安尼一直来啦。有的人1000，有的人2000，一两点钟久我都变不如1000块的龟苓膏。一二十年的中间安尼吼，报时400万，真正是唔是讲我搞，是好发心的好气，因为我有布施嘛。啊，今年上讲布施是得福的，好，真的可以证明。江秀芬哈，愿有多大福就有多大力就有多大。布施我不觉得有压力，啊，心里很富有，啊，越做越有钱。